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写名字，写名字。二，一本书，一本书。三，我的狗，我的狗。四，学电脑，学电脑。五，中国人，中国人。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那儿有三个杯子，那儿有三个杯子。七，你喝水吗？你喝水吗？八，北京现在的天气很冷。北京现在的天气很冷。九，王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。
王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。十，你认识这个字吗？你认识这个字吗？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我喜欢吃这个菜。好，那我们多买一些。十一，我喜欢吃这个菜。好，那我们多买一些。十二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下午五点。十二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下午五点。十三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我大学的同学。十三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我大学的同学。十四，这上面没写吗？写了，你看，在这儿。这上面没写吗？写了，你看，在这儿。十五，喂，你睡觉了吗？没呢，我在学习。十五，喂，你睡觉了吗？没呢，我在学习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
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这是我妈妈，她在医院工作。她妈妈是做什么的？十六，这是我妈妈，她在医院工作。她妈妈是做什么的？十七，下雨了，我坐出租车回家。他怎么回家？十七，下雨了，我坐出租车回家。他怎么回家？十八，我打了四个电话，不是三个。他打了几个电话？十八，我打了四个电话，不是三个。他打了几个电话？十九，女儿说，我今天很漂亮，我很高兴。女儿说，她今天怎么样？十九，女儿说，我今天很漂亮，我很高兴。女儿说，她今天怎么样？二十，李小姐去火车站了，你没看见她？李小姐去哪儿了？二十，李小姐去火车站了，你没看见她？李小姐去哪儿了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